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，我在台北时装周 Vogue Fashion's Night Out， 对，很投入啊，就是来那个彩排的时候就很多很多人这样，很努力啊，啊，很开心啊，曲目编排，对，就是我的歌嘛，然后加了国语的编曲，这样就让大家听起来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这样，但基本上是一样。实际上，它其实是每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经典，然后不断的它会去循环，因为每一个时尚，每一个新的时尚，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以前曾经留下来的一些经典的样子，或者是你会在新的时尚或未来的时尚看到，曾经流行过的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时尚它就是聚集了所有年代最好的、最美的时光、最好的设计的标准，喜欢就下手。就是因为我买东西，我不喜欢等的话，就会失去那个，你会开始对自己有怀疑，no。喜欢网购啊，网购也可以啊，现场也可以啊，就是立刻你入觉得这个东西你喜欢，你需要你用得到，就立刻。我问完什么吗？你脑部怎么会弱？你买了这个真的很精神。没有，可是我有说法。真的，我真的不是因为他广告台词写真的很好，但我不是因为台词写，而且他有好多案例，他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创始人都出来讲话那种，对啊，那我真的是有一度被他的广告吸引，但是真正吸引我的，我觉得还是时代的变化。所以你长期，你尝试多久？大概2周吧。